迎大家收睇多伦多电视的风水101节目，我是主持人 Rainbow 陈永红。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是有加拿大风水大师吴子明师傅。吴子明师傅你好啊。你好 Rainbow， 大家都好。吴师傅啊，咁有啲朋友咧就啱啱做新妈咪啦，咁亦都希望自己个 B B 咧一生咧顺风顺水嘅。咁一个佢哋改名嘅时候，同风水有冇关系嘅咧？嗱，有都好有关系，但系唔系关乎风水嘅关系，系关乎嗰个 B B 未来命运嘅关系，吓有啲唔同。因为呢人呢就分开天时地利人和啦，天就是与生俱来嗰一刻嗰个八字定咗一生嘅高低啦，个天时啦，地利呢就是佢个风水啦，佢个地区啦，人和呢就是佢一生嘅际遇啦，识嘅人啦，咁样喺呢几方面里面亦都藏咗佢嘅名，因为名系人嚟叫佢㗎。咁呢个名究竟影响有几大呢？如果譬如做公共关系的工作，譬如做明星啊，做歌星啊，当然好紧要啦。如果改个怪名俾人笑等啊，咁样，但系呢个普通人嚟讲咧，个名嘅影响系唔会超过25%，一般平均咧系5%嘅啫。啊，咁样我就唔相信个个叫李嘉诚都会发达啦。举个例，啊都要夹人噶，所以改名咧。个秘诀就用三个方针嚟改噶，第一就睇下呢个 B B 咧命中需要啲乜嘢，第二咧就睇下佢嘅五行需要啲乜，啊一个性格啊各方面啊或者缺咗乜要喺个名个道理嚟改，即系个名嘅含义，但五行亦都好紧要，佢究竟金木水火土要乜咧咁，咁其三咧就不惑。所以改名亦都本身都又系一个学问，你都要配合呢三件事先至真真正正改个名。咁样你唔可以改一个名，三样都后都有啦，但读出嚟都好 click clack 咁样，咁亦都唔系一个好名，都要配合个音韵添。多谢大家收睇多伦多电视嘅风水101节目，吴子明师傅，好多谢你嘅今日嘅时间，下次再见。多谢大家欣赏。